各位观众您好，我是李曙芳，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台北股市呢，在今天里面来讲话，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在今天里面来讲话，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300多点哦，指数已经来到14700多点的时候，我们到底该不该抱股过年？好，那如果要抱股过年，要抱什么样的个股？大概是我们在今天一个重点。台北股市在今天涨了378点，收在14752点的一个位置，可是你可以发觉到股市就是这么的可爱。好，那我们在之前在12月份的下旬就跟大家讲说，大船它不会一天就转弯，你会感受不到曙芳在当时候12月份在讲的东西。我说在当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要电子，把所有的资金都移往了非电。当电子个股的资金比重，它一路以来从7成、6成、5成跌到了4成以下，我说代表电子不是主流，在12月份的中下旬不是主流。但是你也必须要知道，非电的族群它会形成了什么过热之后的震荡跟修正。我说如果你当时候还要做非电，麻烦一下你就向上冲或是向下冲，不要说一定要先买后卖，不一定要这样子。那你才回头去想想，从12月26号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时间点，非电进入大震荡的一个阶段，到今天为止，大家知道整个电子资金比重到了哪里吗？它从4成不到到这个时间已经到了6成之上。上个礼拜五是如此，今天它也是如此。那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主方有多厉害，而是告诉你说，当你的电子个股资金你从不到4成到6成，那请问你是不是就代表非电从之前的过热，它有2成的资金被电子吸回去了，非电的部分的资金2成的资金不见掉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当然就会形成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是电子的一个走势，它比较强劲嘛。那第二件事情，我就跟他讲说，当整个台北股市从初生段涨多之后，它一定会震荡跟修正，一定会。但是你要去把握的，就是来自于初生段涨多之中的震荡跟修正，你要去逢低去布局人人不爱的电子个股。因为你非电在大涨的时候，指数有涨吗？它指数是没有涨的，所以它是在当时候主角涨多之中的休息，由配角出来。可是当你要主升段要展开的过程中，你还是主角要回归舞台嘛，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整个一个电子个股呢，你就要利用什么利空的过程之中，好，用一颗钢铁心。我说你买就不要怕，怕就不要买。99.9%的人都会说第一季不好，请问你那股市之中那少数的赢家，难道是跟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吗？不可能嘛。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整个一个台积电，我就做了举例，台积电在去年2022年1月份就见高点，它的营收一直到去年的11月份还在创历史新高，可是它的股价从1月份一路一路的下跌，最多跌到了370块。那如果不是在反映2023年的第一季、2023年的第二季，不然它在跌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到股票是非常有效率的，它一定会提前半年，半年它去做反映它的基本面。那今天为什么大涨的一个原因呢？是美国股市蛮好玩的。你来看亚洲股市在今天都很强，因为新台币在今天又升到了30.52，升值1.6，好，这升得非常强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在之前的下跌是因为它的就业数字太好，它失业人口呢比预期中来的少，就业数字很好。可它在星期五公布的经济数字是衰退的，也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在过往里面来讲话，我们从总体经济学、个体经济学里面来讲，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不断美国在进行升息的过程之中，经济已经在衰退了，是一个事实，可是它的就业人口始终居高不下。
企业需求的部分还是这么多人，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美国就预期这是不是一个软着陆，就是说你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可是呢它不会崩跌，它不会雪崩，所以它是一个软着陆的可能性。所以因为它的经济数字已经在衰退了嘛，那我就跟大家讲过说，现在很多人才在讲这个逻辑，这个总体经济资金面的逻辑太慢了。我就讲说去年2022年到年底啊，美国的目标利率已经到 4.25， 它的长期目标是 5.1， 那请问只剩三码了嘛？也就是说你的资金的收缩已经到最后的阶段，只剩三码，你到底在怕什么？去年来讲话是几 percent？ 去年来讲话是从 0.25 到 4.25 是 4%。 好，那一码是 0.25， 每一个 percent 是四码，等于整整升了16码。你今年里面来讲持有升三码，你如果元月份升个一码两码，或者是你元月份升一码，二月份升一码，三月份升个一两码，不就三码结束掉？所以它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是资金紧缩的什么 ending 结束掉了。那股市是不是分成资金面、基本面跟什么筹码面？筹码面不用讲，每个人都很害怕，对不对？那之前的资金都挤往了所谓的非电，所以电子是蛮干净的。所以我说好的开始就是我在上个礼拜我说的这些营收利空的个股上面都不跌。好，你自己来看3105的稳茂有多烂，他在上个礼拜我就已经公布了，不是今天了，他在之前就已经公布了，是不是双衰退？然后稳茂是双衰退，整个在这种过程中，我说4961的天域，我在之前跟大家讲从80几块钱一路以来的介绍，三次的操作，到今天里面双衰退已经涨到141了，因为库存的调整近尾声嘛。这就是我在之前谈到陆行之说有四个产业库存调整近尾声，需求没有上来，但是你库存调整近尾声，你一旦我说主升段，就是第一个利空钝化而不跌，再过来什么急单的效应，再过来就什么景气回升，好，主升段展开，而且主升段的部分不会比初升段差，主升段跟初升段一些中大型的个股的涨幅也不会比中小型的个股来得更差。问题就是说你在这种过程之中，当你的一个所谓的利空它开始产生了钝化的现象，利空而不跌，那你这个现象你一定要去记住，你不能够一直不断的，譬如说你是比较偏空的，我觉得股市之中多头或是空头属方都尊重啊，可是你要尊重趋势啊。如果你在当时候利多都不涨，你当然可以偏空，可是如果现在利空都不跌，你说你要偏空，你顶多短空，我是建议你这样，顶多是短空。那现在到底我们要不要持股爆股过年，这个部分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要探讨的。我说一个它已经有主升段好的开始的前兆嘛，利空营收十二月份营收利空都不跌，那如果到公布元月份的营收利空都还不跌的话，那如果你偏空，那你就要记住你三月份几乎融券都要回补。好，再过来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我说台积电第一季就是会衰退，好，大概 12% 到 15%，上就 12% 上下两个 percent 嘛，第二季个位数字的一个衰退啊，这谁不知道啊？不然的话台积电会有到370。当你大家人人都知道的时候，电子个股已经涨上来，台积电今天已经涨到480了，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去留意这个现象，就是电子的资金在人人都已经知道第一季烂透了，我还是告诉你第一季烂透了，我去年三月就告诉你了，我说2022年不是太好做的一年，可是等到大家都跟我讲第一季不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99%的人都跟我这样讲，那请问你市场上面来讲是多数的人成为赢家还是少数的人成为赢家？你要当那少数的赢家还是多数的输家？观众朋友你自己要做决定啊。好，那到今天为止我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我要探讨你的旧历年到底要不要爆股过年。人心是肉做的，假设你的股价涨很多或是在涨的过程之中，我会认为在长假效应的过程，不是只有台湾的超级法说会，台积电礼拜四嘛，我们要照美国进入到超级财报周，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你的持股是绝对不能100%的啦，好，不绝对不能100%，因为我们这几天长假效应是很大的哈，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你的持股呢就是以6-7%为极限，好，不要超过70%，以6-7%为极限。但是问题来了，我刚才给您看了电子资金比重已经从不到40%拉高成60%。那也就是说，你在之前里面大部分的资金可能在飞电，你现在拉一些电子成为你的投资组合，因为电子已经出现了利空而不跌嘛，对不对？那你这个部分要加入到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是电子，因为我有跟大家讲过，我说处方可以错，但我从来不骗。我的想法就是认为第一季是最好的布局时间，再过来主升段的行情的展开是由电子个股展开。好，那这个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再回到不要按照自己的逻辑，纯粹尊重这个趋势来讲，电子的资金比重从不到40%到60%，那你要不要拉高你的持股？当然要。也就是说，当你的电子当占资金比重的60%，假设好，你有60%的资金，你要放在整个过年前，你要放在股市，那再乘以6。是不是就是电子个股占资金流向比？所以你6636，也就代表说你的资金大约40%，你要在电子股身上。好，这就是站在你的资金投向比，好，流向比。我们尊重市场，从不到40%到60%，而60%代表什么意义呢？电子还不是唯一的主流，好，它代表传晶电终于可以良性的互动。因为之前电子占不到40%嘛，指数一直在跌，那就告诉你它不是主角，飞电不是主角，但是它也造成台北股市的电子个股有一些的超跌。那现在电子占60%了，那至少就代表传晶电它是比较可以良性的互动。那在今天里面，集中市场比 OTC 市场来的强，我已经给大家分析，那就是新台币开始升值，它就告诉你说美国升息近尾声，不一定降息哦，但是它的升息已经近尾声。那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跟大家讲说，当你日 K D 交叉向上，你偏多操作到交叉向下为止，好。可是问题有一个，能不能够持股满档的原因在这里，不能够持股满档，好去做过年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台北股市的大涨，我们看电脑好了，今天大涨这一根长红棒，第一件事情它到了什么？之前的压力带，它也到月线之上，然后呢，它出现了五日均线的正乖离的开口。五日均线正乖离开口不是说不能涨，但它一定会震荡。但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我们来看一下月线，月线一二三还剩3个营业日嘛，大概就是本周周末了。其实一般丙种资金大概就是到这个礼拜五，1月13号哈，大概到一月这个。一二三，好，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四之后到礼拜五，就是刚好丙种资金关账的时候，它要扣低了。所以未来里面来讲话，五日均线跟月均线它又会黄金交叉，除非什么？除非台积电大跌。所以我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另外那一半呢的决定权就在于说，台积电它占有我们台湾的加权指数非常的重。它能不能够在利空之中不跌？好，它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如果说大家在这种过程中能够去接受，台积电是最晚进行库存调整的，它的基期是最高的，它不管再怎么烂，怎么烂，怎么烂，2023年的 EPS 也有30-32，比你们现在之前里面去追高什么由亏转盈的中钢，由亏转盈的中鸿，他们都是今年2023年预估赚1块钱嘛。本益比来讲都比台积电来的贵，我说中钢跟中鸿，其他我不多说。那你想想看，那台积电就算30块哦，可能不止30啊，今年不会只有30啊，用30来看，当时候不到450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才15倍？你在怕什么？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因为五日均线的正乖离太大，提醒你明天的开始的台北股市开会进入到震荡期。好，震荡期，无均线的开口扩大，不要过度的追高。超级财报周跟法说会一样，去观察什么利空钝化跟利多的上涨。利空钝化什么？我说 IC 设计不就是吗？我讲了一堆嘛，什么上个礼拜我讲瑞昱啦，还有上游的什么什么
PA 啦，哈，记忆体不是也是吗？镜头个股大力光嘛，哈 ，TV 的部分整个面板、手机，还有一些什么 NB 啊，这是 NB 不是 NT 哈，还有 PCB。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可以抱股过年，不要超过6%到7%，或是你比较保守就是50%。可如果涨上去五日均线乖离太大的话，你可以挑。好，我说这就是人性啊，因为你长假效应让你爆太多，你会受不了。可是你如果你持有股票，它涨很多，你调一些或调一半，把你当做你现在股票的成本的减少，请问你爆得安不安心？你就会非常的安心嘛，这就是你的一个操作逻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署方都没有改变我的规划跟操作。我说利用利空之中去做布局。从12月份的下旬到现在，我说你在12月份，你不会感受到署方说的。我说大船要转弯，它不会一天转弯成功，可是，一阵子之后，你会发觉署方说的是对的。你现在终于看到了电子个股的资金进来了，很多人在追高电子了。可是那时候呢，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跟着署方买电子个股，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我说台北股市现在只是好的开始，只有成功一半。还没有完全成功，所以你还有机会。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你要在2023年主升段行情展开之前，现在还没有，对不对？主升段展开之前，跟着署方在一起逢低去做布局的话，那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再针对个股上面来告诉大家哦。你好，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其实在当时候里面来讲，我们从陆行资他对于整个半导体的看法上面，署方就跟大家分析过，陆行资有讲四个产业他已经库存调整近尾声，虽然还没有所谓的需求大幅的扬升，但是你库存调整近尾声，只要订单一来那就是急单嘛，只要景气一回升那就景气的什么营收的成长性，这就是主升段它的一个步骤。在当时候陆行资他讲了四个产业，我说驱动 IC 跟面板你放在一起看，如果你要买会赚钱的，你就选择驱动 IC。 好，那驱动 IC 里面就有分成什么，像天域这一种，还有联咏这一种，你要选择高殖率你就去选联咏。可是联咏去年大约是在45块，今年大约是在30块、28块、30块，所以如果以今年的获利来看，天域的本益比比较低，你喜欢高殖利率那就是细创，那就是联咏，那是你的选择。那我说驱动 IC 跟面板是一个，刚刚谈到的稳茂全新，这个是生化甲，那板卡的部分就不用讲了，板卡就技嘉啦、维新啦、华擎啦、什么立台啦，这一类型啊，这一类型我是没有选，我没有选。那另外部分来讲话，再配合到我说这个消息之后，我们还是要不断，我们说在科技产业尤其电子产业大家的最爱，可是你要不断的用功。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世界先进的法说你有没有去听，你有没有去看世界先进为什么涨？一个他说我的库存调整在第一季会落地，库存调整在第一季会完成。那世界先进是不是跟台积电有关系？台积电是少数在成熟制程里面它是有涨价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世界先进涨上来。但世界先进它的涨主要是讲我第一季会落地，表示它第一季最烂哦，可是股价会落底，这就是利空钝化。那第二件事情他讲说整个驱动 IC 是库存调整近尾声的，那再过来的 IC 设计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PMIC 电源管理 IC 的部分。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我在最近跟大家谈到的整流二极体。我不喜欢在未来里面来讲话才来跟你谈，我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就跟你谈？其实很多的事情里面来讲话，最上游为什么跟大家讲先上游而后下游？因为只有上游的他才清楚而明白，你这个自有品牌里面的下单，请问产品的完成是不是要从上游，从 IC 设计 ，IC 设计上面是细那个细制材，细制材 IC 设计晶圆代工封装跟测试过来，中间的零组件再过来是什么？再过来才是组装嘛。所以先上游而后下游，署方讲了很多遍，所以你自己才去了解到。所以在当时我就说啊，不然你去买便宜点天域，天域在80几块钱我就带会买第一次，再过来上去之后卖掉，下来又买一次，这边又买一次，再过来上去卖掉，这一次110几
一共买了两次，120以下一共买了两次。那到今天的天域了哈，应该这个是这个哈，80几买一次，下来再买一次，这边再买一次，那到今天的最高已经141啊。如果你觉得赚太多，你可以出一半。就我刚刚有跟他讲，如果你觉得在过历年前不要持股太多，你可以出一半。那3661的世星，我说去年看创意，今年要看世星，是因为去年的创意跟世星赚一样多的钱，所以当然要创意比较强，因为前年创意才10块钱的 EPS 嘛，世星呢已经21块，所以到26、28之间的2022年，那当然创意成长性强，但是到了2023年呢？是世星哦，而且矽资产里面第一季营收淡季不淡的是世星啊，因为它已经来到什么之前的897块哈，你来看这一波的897块最高，它已经到了这个区块的套牢区嘛，所以它本来就会有压力，好，这是非常的正常。但是你在之前如果买700多，那就看你，我就说那就看你啊，你想不想卖嘛？你要报到主升段，还是你想这边获利做了结？这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的决定的时候。我说现在只有你要不要卖，好，还是要不要报赚钱多卖一点，好，而不是说被嘎空手。我说如果你的感受大不同，你的方向会大不同。那裕泰跟新唐，我就跟他讲，你必须以长线来看。裕泰未来里面来讲话，最大的一个题材性就是苹果全新的叫做 Apple Music， 可以开唱卡拉 OK， 要用到很多的麦克风。好，这个部分里面来讲是裕泰的题材，那新唐呢可能就是未来里面的跟车用有关系啦，那 PMIC 就是电源管理 IC， 就是矽力啦、茂达啦，还有很多档，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那世星不用我说了嘛，星星不用我说，在当时候最差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讲了。那刚刚已经有谈到说车用是在2023年，大家不要以为特斯拉一定是未来里面电动车卖最好的，署方没有这样讲，电动车绝对是未来趋势，但是以后谁会卖得好很难讲。但是我们台湾好处就是没有自有品牌，谁卖得好我们能够出货就好了。所以2023年所有半导体的产业都看什么，车用会超越 5G 通讯、4G 通讯、物联网部分。那你来看，我跟大家讲，我说初升段跟主升段都不要以为大型股不会涨，我说我巴不得国巨多跌几次让我买，这一次我只有买到什么高出低进一次，新会员再买一次，到今天已经创新高到525，你看看创新高的个股。那整流二级体我跟大家讲嘛，台半、强茂，那鹏程本益比较高，不过鹏程它本身车用占比是100%，第二名来讲话大概就是台半，第三名来讲话是强茂。那强茂的好处就是去年的第四季有开始认列一些所谓的一个业外，那你自己再看大力光、玉晶光公布营收利空有跌吗？都没有跌嘛，吼，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那我也提醒大家了，漂漂亮亮概念个股跟吃喝玩耍的概念个股还没走完，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所以要跟着署方一起在盘中的布局，逢低去布局，再来迎向2023年主升段行情，成为真正少数赢家的观众朋友，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跟上署方在盘中全新的操作。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